丽丽，丽丽，哎，你这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你还当不当女神了？蕾蕾，我男朋友突然不联系我，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他家是武汉的，你说他会不会出事儿啊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我有点害怕。你别担心啊，肯定不会有事儿的。琳琳，在吗？方玉可，不都封楼了吗？他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申请当了志愿者，每天给留校的同学们送饭。饭我给你挂在门上了，等到我们走之后再来取啊！一定记得，用手碰过外包装之后，一定要注意消毒。我们都不能出宿舍，很安全的，反倒是你，多注意点啊！放心吧，学校给我们准备了全套防护服。快点，要去下一栋了。嗯，琳琳，我得走了，我晚上再来给你送饭，一定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啊，拜拜。你是要跳楼去找他吗？方玉可，你们都聚首，我怎么认得出来啊？琳琳，方玉可，晚饭到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阳台见啊。等我。这都挡不住撒狗粮。狗粮来了，你吃不吃？你要饿死啊？嗯，我要投诉虐待单身室友。
走了走了走了。我说玲玲啊，那些志愿者摆明了不让你认出方远高，你还天天站在阳台上干嘛？认不出来没关系，传达到了就行。方玉可，谢谢大家每天都来送饭啊！不用谢。周玲玲，你又虐我。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啊，出去时间不要太长，记得把口罩都戴好啊，口罩戴好啊。啊，好的。我已经到楼下了。各位留校的同学请注意，今天开始解封宿舍，大家保持安全距离，戴好口罩的情况下可以外出活动，但是不能离校。另外出宿舍楼时需要检查体温。非得来喊话，这不能发消息通知啊。就你这么懒，封闭这么久了你就不想出去透透气儿啊？我可不像某人男朋友就在楼下等着。就让我自生自灭了。你走啦。脸那么红。红吗？没有吧。你呀，就是兴奋的。哎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重新再测一下好吗？我可能跑太快了。没事，测不准很正常，再测一次就行。同学，我再给你测一下。抱歉，请待在原地，我们会有另外的工作人员带你去隔离。隔离？去医院吗？我也没发烧啊。按照防疫规定，发热37度以上都需要在本校隔离。37.3度以上送医院隔离。可是我……请你配合。来，同学们，往后退。玲玲。不用担心，应该就是普通的发热，很快就退烧了，不用去医院。不就是隔离14天吗？我不担心，没事儿。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